来了听了一些小小提醒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画面上我们还有25次的机会呢，但是我劝大家最好还是保留着，等它到了50的时候我们才来用，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，大家可以看看。看到吗？我们手底下的金币不足以做任何的事情。还有我们现在要建造的东西都开始越来越昂贵了，所以这25次的机会未必能够筹集那么多我们所需要的资金，所以劝大家还是暂时保留着这25次的机会，等到它满25个机会之后再进行转盘。不是说不能够转，只是如果你转的话，那么又不能建造任何的建筑物，那么那笔资金是等着人家来抢吗？既然明知道会被人家抢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冒这个险呢？